有影像的，好。对对对，以前有多少保持力来到歉？来来，请进来，来来来，请进，请坐，请坐哈。哎，那个，请进，请进。因为大国崛起的，他是总代理。我先生啊，是的，海军大哥。那是每个人一份都有，对对，都有二十五份。等一下，二十五份，那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份。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哈。太高兴了，能够看到中长，这都是中长、中青了。我们为我们榕台城市中心的按个赞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榕台城市中心赞。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都要入境比较好。没事，到外面去，外面录一下。啊，请镜头，有人镜头往那边拍，因为在外面还有很多那个相机，非常的。啊，我来，我来介绍一下。这个旁边也是我们城市中心会的常务理事，陈立香，他是做医美，做开医院的。高雄的很多红十字会的慈善事业，他也做得最大，做得最好。今天他从台北，特地知道，他本来都礼拜六才回来，他今天提早一天，也就是要跟大家哈。可能也是要亲上加亲嘛。加亲啊，陈立根。那我们这个中国崛起的这个产品，大国崛起啊，我们这个大哥陈凯生啊，他也是我们这个政府的这个三本线下来做一个事业非常成功。我是陈太太。对，陈太太，他那个我是陈先生，是正宗福建人。我爱讲福州话，福州话，福州哪里？福建。福州的咯，不是，不是霞浦，但是是长乐，但是也是隶属福建，是在台湾已经卧底60多年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那个城市。城市中心会对。好，我们那个陈世斌，他是那个立华联合总会的会长，顾问，他今天这个茶叶也是他这个赞助，那这个大国崛起呢，是我们陈大哥他赞，希望做一个伴手礼，陈总哈，那我们这个郑锦顺，郑锦顺这个中华理事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那个我们这个另外这个，我们城市中心会理事。理事，城市中心理事代表。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来自理事。今天我们理事长他去新竹演讲，城市中心会理事长，他去新竹，人家请他去演讲，所以我们的李监事来代表那个李全林。我叫陈全林，陈全林，我也是那个台湾，我们世界城市，总会的荣誉理事。那么我跟大陆这边的交流非常的多，尤其是我们的先祖是从荷兰来的，荷兰，我们的这个祖先现在已经3000多岁了，叫陈伟满。我也去拜过他，去安阳拜过，然后还有跟这个福州，还有跟厦门、平潭，我都。淑德女士，大家好，是我们艺术家，我们熊猫的画最大画家，谢谢你的。大家好，我们好几个身份，我是高雄医学大学的艺术类教授，然后我是福州。海峡大熊猫乐园园长陈玉春特聘的大熊猫代言人，因为当了他的代言人，其实画大熊猫就变成我的任务。然后在高雄，在台湾没有人能画，因为台北动物园的熊猫是有版权的，不能画。
然后福州的受命我当代言人之后，我就很努力的话，而且很认真的话，竟然得到台湾的最高荣誉金船奖，竟然又得到四川给我的大熊猫文化首届文化传播史。那我就沾这个光，沾陈主任的光，因为他授权我嘛，今天来参加城市中心会，谢谢大家。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交流。我是福建漳州，在台湾出生的，父母从漳州来台湾，民国34年1945年来台湾，来接受台湾，所以我在台湾出生，在台湾长大，但是我是道道地地的漳州郎。大哥们大家好，很开心，也很高兴你们来台湾。我上次在我们霞浦的时候有跟会长以及各位的大哥们见面了，你们称呼我为小小陈，对不对？小小陈来跟各位大哥们问候。有去过，对，有去过。对，那时候有过去跟福建过去的，是在福州，在福州碰面，对不对？那很开心，那希望你们在台湾能够好好的玩。台湾有很多的风景，当然大陆的风景也很漂亮，可是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心情，因为有我们更美丽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各位上次的里面，大家好。小弟啊，在这个媒体新闻界50多年了，今年75岁，因为跟陈启文兄弟哈，大家相当，虽然不是父母哈。同样的生出来，当时看过书哈，北部生出来，因为那种哈情谊啊，相当的至上。今天他告诉我说来参与这个盛会，我好高兴，欢迎到兄弟姐妹，大家能够时常来台湾玩，哦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或是主教的，我们都很愿意。无上哈，这个表现到最高的，谢谢你们，祝福你们健康，旅游愉快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么退休的，大家好。欢迎。先是河南过来的，我是那个海岸媒体记者会的理事，这是我的创会，欢迎你们到高雄来玩，谢谢。漳州，漳州我们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开漳圣王，开漳圣王啊，就是纪念我们陈氏的啊这一个大族，还有九江，我们宋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玉门陈氏，玉门陈氏这个在历史上是留下了啊，这个忠孝节义的这个，他一只只有一只传出去291只，全大陆都有。哦，那很多姓陈的在大陆有陈独秀啊、陈毅啊、陈云啊，我们台湾也有陈立夫啊，这个陈诚啊，这个都是我们陈氏的优秀的这个我们的祖先，啊。今天这个我们能够跟这个城市的这是一个平台，我们高雄我们这城市也要学习你们这样子一个大家去走访去互动，有一个善的互动来创造一个循环。我们在平台台湾跟先跟霞浦这个我们先对接平台跟平台的对接，然后就成为一个系统了。城市这个力量，这个现在在全世界。城市是排名第10，总共我们是第5大姓，我们福建南部这个我们这边台湾啊闽南这边的是第1大姓，陈林哈满天下，尤其在这我们这个执行长我们城市的各位中长，能够有一个启动，像我们过去像我们这边都接待过很多大陆，在这个我们这个吴理事长哈，他对这个艺术文化。我们都跟随他，他在这边台湾办的活动啊，比我们在地的还多啊。每一样活动，他刚刚才在我们高雄市议会办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作品的展览，那个盛况空前了，比人非常的多。对于艺术，然后公益的工作，我们城市这公益的都是这些都我今天请来的大姐大哥哈，都是在我们这南部地区哦。都是不是在我们台湾做高雄，都做了很多的慈善工作、公益工作、文化工作、艺术工作，我们今尤其这个吴清菊，现在吴清菊这个我们的会长，他在这个艺术上，我们跟在做这个桥梁很重要，对接的桥梁很重要。那今天吴清菊我们的会长，他做我们最好的桥梁，
来，我们做一个互动，这个互动非常的从今天开始启动。我们也希望就是刚刚啊执行长讲的，我们要多多交流，从交流中哦可以产生很多的一种火花，哦，让城市的这个那个过去的这个优良的这个传统，优良的这个哦再建立起来，哦，再然后再发挥起来，再推广起来，哦，我们很愿意跟着福建武侠的这个城市文化，啊，来做一个文化的交流，啊，宗族的交流，啊，平台的交流，啊，然后建立一个城市的一个再光大的一个机会。好，啊，感谢大家。谢谢。最大的桥梁。今天来是什么？感谢我们听到我们这个陈启文陈总监这个激情热情洋溢的一席话，给我很多的肯定，非常谢谢你。原来哇，不愧是我们县政府退休的官员啊，他是领导啊，对对，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。那我们在这里啊，也非常的感谢。那我因为这一次的活动，所以我准备了写了两幅字哈。这个是和气致祥哈，这个荷花下面画了一个荷花啊，我们希望我们海峡两岸能够永久的和平发展哈。那一幅是送给我们霞浦总监，一幅是送给我们陈会长啊，因为这个吴理事长的这个作品呢，啊，是在福建美术馆都有珍藏的。他这是价值连城的这个墨宝，谢谢福建美术馆都有。肯定，我们这个因为中华新世代艺术文化协会哈，200-300个会员，那大部分我们的会员都在北部啊，所以我在南部，我这次刚刚回来两天，所以有很多准备不周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包涵。不是，不对，是，和气致祥，哎，对，和气致祥，对。代表海峡两岸各有一份嘛，好。可以。啊，这个书写的这个，我看到你的话，我的精神气都来了。这个是龙的传人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好，我们中华都是龙的传人。来，你也站到照一下，来，这个是我们都要留恋。老人运动。哇，这个是记者作品啊！这个笑呢，这个我们城市的，今天我们能呈现在我们大家开口大笑，好，笑傲江湖啊！我们笑到笑傲江湖，这个是开心的，笑。这个我送给这个老师，少子再送一幅给你。大家都我们。大陆乡亲大家好，台湾同胞大家好，大家都好，本人在台湾已经居住了70年，但是大陆福建是我的家乡，大陆是我的祖国，我希望两岸非常的和谐的相处，大家跟兄弟姐妹一样。每一个大陆乡亲来的时候跟我交换名片，说大家交个朋友，我告诉他你不是我的朋友，我这幅送给你。领导一听我居然称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吓一跳。我说你我都是中华儿女，炎黄子孙，身上流的是相同的血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是我的亲人，你是我的家人。缺乏什么？缺乏一个字，爱。是。孔子看路人，满街皆孔子，因为他有学问。蔡英文有恨，我跟你讲，小偷看路人，满街皆小偷，因为他有恨，所以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恨。你知道，同胞们，你看我可不可爱？可爱。所以我做了一瓶酒，这瓶酒叫什么？大国崛起，这瓶酒叫什么？5000年的期待，5000年期待什么？中华民族被八国联军、五胡乱华、英法日清、日军侵华、国共内战，
哪一天过过好日子？我们五千年期待什么？过好日子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瓶酒是多少？14亿个掌声，哪一个人敢不叫好？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台湾跟大陆要合起来，叫做中华儿郎，世上无双。啊！扬眉吐气，就在今朝。然后两岸、台湾跟大陆合起来，大国崛起，中华民族领导全球。是啊，大国崛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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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民族复兴。很多人啥东西呀、啊，啥玩意儿？妈，老是欺负我们，对不对？阻止我们统一。统一靠谁？大国崛起都做了好久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非常有意义，又非常好。对，好，太棒太棒，我们一起努力。